我不生气，我是替陛下生气。朕不气。那我也替陛下生气。全天下的人都觉得是陛下抢了皇位，可事实呢？事实是先帝给裘子良的权力过大，把他养得那么可怕，最后又把烂摊子甩给了陛下，这样的皇位谁又想要呢？ 这是陈英进的职责，臣不领衔。之前种种艰难，如果是为了让朕遇到你，谢谢。那么即使有朝一日查出朕是你的仇人，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朕也觉得是值得的。